如果你听说过复仇者联盟，那你一定知道我的名字。哎，停！差点原创变被告。3年前，我发现了白眉拳馆的秘密，没想到被直接逐出师门。好在我是个武学奇才，这3年来也算是在江湖上闯出了一点名气。由于我道德高尚，气宇轩昂，江湖上便送了我一个外号"靓仔羊"。这雨有点大，我们继续再说。我丢妹呀那，你羊爷爷？什么声音啊？快来，有人闹事了！来得好，我要打10个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这个门怎么出不去啊？放我出去啊！喂，哎呦，突袭我是吧？靓仔不发威，你当我是屌毛是吧？一群杂鱼。不要轻敌啊！你在这守着，后面的我来处理。哎呦，屌毛羊，你还敢回来啊？叫我靓仔，你就是个屌毛啊！靓仔，屌毛，不让你喊屌毛。明明是靓仔。住手！阿样，果然是你。你捞了师傅，你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，把他给我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一开始就不该把你带回来。我不把你带回来，你就不会学武，你就没学武，就不会半夜去爬女厕所的窗户。哎，师傅，不至于，师傅不至于。你不半夜去爬女厕所，就不会被抓住。你没有被抓住，就不会在祠堂发现我们全馆的终极秘密。你知道了太多了。今晚我不得不打一面亲，这次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了。勇啊，不是暧昧。年轻人。一位学了几天功夫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。什么是功夫？功夫就是靠时间磨练出来了。我这一掌20年的摩拳擦掌，你当得住吗？完了，风湿痛。年轻人，不讲武德。对不起师父，我要拯救世界，这个秘密就由我来为你守护吧。出来吧，小男孩，看到你。哎，不对，没这句啊。我擦，拿出剧本了。等会儿，要不咱 NG 一次。大哥真不至于，大哥真不至于。又失败了。这个法教怎么这么厉害呀？但他是这个城市里最大的毒贩子，我一定要为民除害，为父亲和武馆报仇。对了，跟大家解释一下，第一个找他呢，纯粹是因为报仇的同时还能够为民除害，一举两得，绝对不是因为他8年前用右手挽了个刀花，然后一个缝皮抹我脖子这件事情。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，我绝对不是个记仇的人。干什么呢？送快递的。快递放门口就行了啊！伸龙爪，敢来我们这里闹事，给我西当拳、撂鹰腿、上勾拳，哈西！舒服。这些人呐，吸毒害人害己呀！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飞进来的。这边的应该都已经处理完了。信仰之月，哎呦，来了个屌毛，叫我靓仔，可你就是个以后叫人记得叫靓仔，知道吗？这些就是这里生产毒品，害人不浅呐。
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，这几个场面我都已经见过无数次了，他们的每一个招式都已经刻在了我的心里，什么时候抬脚，什么时候挥拳，我都了然于胸。自从8年前握着这串铜钱醒来后，我就发现我陷入了循环，每次被打倒重新站起来，我的年龄就会增加1岁，每增加10岁，铜钱就会破碎1枚，一直到我70岁的高龄，我又会回到这个武馆，周而复始。我觉得应该是父亲在天之灵保护我，让我能够早日为他们报仇。下面应该就是制毒工厂了，先处理掉暗哨。你是谁啊？晚安，马卡巴卡。这个妹子还可以啊。哎，你不好好站岗，居然偷看妹子，在哪儿？在哪儿呢？靠，上当了！还有这个暗笑，换班吃饭了。好耶，可以吃饭饭了。中午吃什么？竹筒饭。老板说了，谁也不准过去，打架需要静静。我就是静静。后面就是法甲了，这次我一定可以的。What？ 巨离谱！你们看他这个人，居然可以徒手催生植物。我估计他那些毒品什么的，都是利用这种能力达到高产的。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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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哼，你死了我都不会死啊！阿爸阿爸阿爸，什么打不死人？那我今天就等你领教一下。阿爸阿爸，哼，我没有时间，我年轻力壮，我有的是时间。我就不信了，我今天还打不死你，又来调皮这一刀，看我连环掌！哎呦，为了这一刻，我准备了50年，揍你！总算是弄死他了，一个法甲就这么难搞了。老爸，你的铜钱还有的卖吗？